来看到南韩乐团 Big Bang 的成员 GD 权志龙传出涉嫌吸毒，引发了轩然大波。而 GD 本人是坚持自己的清白，今天他是主动到案接受调查。저는마약관련범죄에대해서사실이없고요그걸밝히려고사실이자리에온거니까지금사실긴말하는것보다는빨리조사를받고나오겠습니다从画面上看到呢 ，GD 神情严肃，而且态度坦荡。他强调自己跟毒品案无关，来到这里就是要厘清一切。而警方预计呢，安排 GD 接受检测，再采集尿液跟毛发进行进一步的鉴定。由于 GD 的高知名度，今天也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还有粉丝在现场。南韩警方是特地部署了150名的警力来维持秩序。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